心聚集来敬拜你，耶稣，我们寻求你的容颜，同心合意，全心全意，我们要赞美你，看见你的大能彰显，圣灵来充满这地，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已预备好愿你的光照耀，新的一天来临，我们要信靠你，相信你是一切都更新，我们宣告为主奔跑，信靠你是何等的美好，世代代千秋万载，你无止境的爱，看见你的大能彰显，生命来充满这地，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已预备好愿你的光照耀，新的一天来临，我们要信靠你，相信你是Change
足。在这边大家好，平安，真欢喜看到你人。这礼拜是财团的礼拜，过去有实体聚会的时阵，咱人福建堂的兄弟姊妹，拢用穿甲真水各国的服装来传扬纪念这日子。求主温哥财团甲福音的事工，要继续的广传落去，因为这疫情的关系，让咱人财团甲宣教的事工。加添了真侪困难，咱人的教会有信心、坚定，靠着主面对头前新的局势甲环境，会继续甲东亚的教会做搁较好的配搭。感谢主，现今科技的进步，咱人会使伫咧空中见面。感谢主，欢迎恁人伫咧空中甲阮人做阵来敬拜甲聆听神的话语。即时阮人要做阵来祈祷。天父上帝，我能感谢你，感谢你的疼爱，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所属的平安。我能知影你疼爱世间的人，你将我能为黑暗中、为撒旦的权势中拯救出来，好我能今日拥有今日的命分，会使呼叫你阿爸爸。爸神啊，你是那位统管宇宙万米、行神迹奇事、赐平安的主。是阮人的瓦口，是阮人的伴照，阮人要单单来仰望你，敬畏敬拜你，永远跟随你。感谢主，只是阮人当中也有兄弟姊妹伫咧这也有疫情内面，心内难免有忧愁、有烦恼、有失落、无助的心情，甚至有病痛。父神啊，将伊人交伫你的手中，求你赐平安甲医治人，压起伊人的惊吓甲烦恼。神啊，你是阮人的避难所，是阮人的力量，是阮人随时的帮助。你话语讲，你留落平安予阮人，你将你的平安赐予阮人。你赐的毋是亲像世人所赐的，你叫阮人心内毋免忧愁，也免惊吓。是啊，主啊，无管环境如何，你会甲阮人同在，也去阮人的忧愁烦恼，予阮人无惊吓。你赐阮的手，时刻加看阮。带领阮人行头前的路，行过灾难，无受灾害。虽然大水淹来，你犹原坐钓为王，直到永远。你话语也教阮人要刚强壮大，毋免惧怕，也免惊吓。因为无论阮人往倒位去，耶和华阮人的神必教阮人同在。父神啊，感谢你同在，甲所属的平安。知影这一切有你的安排甲美意。我人无看环境，只要单单仰望你，我靠你，跟对你，你必须平安甲医治我人。我人必靠着你得胜。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我人正兄弟姊妹，带着感恩甲渴慕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爱你，全然的我靠交托。我人也要披出三疼爱，活在你的话语中。感谢主，亲爱的温柔，主来平安。欢迎大家甲阮人做阵伫个空中崇拜，无论你即阵伫个你个大厅、伫个房间，还是伫个厨房内面，好阮人做阵徛起来，准备阮人个心来敬拜阮人这位万王个王、万主个主。阮人做阵来祈祷，咱来安静伫主个面前，等候伊个降临。求伊带领引导，哈利路亚！感谢主，将一切颂赞、荣耀、恶露、尊贵，拢归乎至高神。基督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无论你即时伫家内倒一个角落，我邀请你人放落手中的事物，甲阮人做阵徛起来，咱人做阵来敬拜这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这是阮人欢迎敬拜团以诗歌带领阮人敬拜俄罗主，咱将时间交予伊人。平安弟兄姊妹，今仔日是阮人的财团的主日，
感谢主，希望透过今天的敬拜，我能够会使重新的将我们的学习献上给主，做主的门徒。Amen。看我依旧主耶稣，求你保守甲看顾。保守阮的心，顾阮的脚步，忠心跟随你道路。牵我的手，主耶稣，求你为阮来开路。一步过一步，对你的脚步，不惊路途多艰苦。牵我的手，牵我的手，主耶稣，求你保守甲看顾，保守阮的心，顾阮的脚步，忠心跟随你道路。牵我的手，主耶稣，求你为阮来开路。一步过一步，对你的脚步，不惊路途多艰苦。来，举起咱的手，甲主讲。主耶稣，啊，主耶稣，我是嘴边，大大讲我爱你。是啊，主啊，好我，求你好我爱你的心，永远坚定，永远无离。好我爱你，不过是嘴边。坚定心志，讲我爱你，是啊，
心，永远坚定，永远无离，予我爱你，无阁是嘴边，大大讲我爱你，是啊主啊，求你予我，求你予我爱你的心，永远坚定，永远无离，予我爱你，无阁是嘴边。姊妹，今仔日好无好，无论你哪倒路，举起你的手，搁一摆甲主讲主啊！我愿意献上家己，我愿热心来服侍你，只因为我爱你。是啊，弟兄姊妹，主耶稣爱咱，咱也是安尼款的来献上咱家己来爱伊。所以拍开你的心门，今仔日甲主讲主啊！我愿意，愿我能一生投入所喜爱。哈利路亚！好，我能坚定我能的心志。甲主讲主啊，我能爱你，哈利路亚！是啊，弟兄姊妹，甲主讲哈利路亚，能爱你，哦，哈利路亚，哦，西基亚拉巴基亚。好，我真心献上家己，热心服侍，只因爱你。管你喜悦，我的生命坚定心志，讲我爱你。主啊，主啊，我愿献上家己，我愿服侍，只因爱你。管你喜悦，我的生命。主啊，咱就是安尼款的爱你，安尼款的敬拜你。感谢主，今仔日不是圣餐的主日，咱要过一摆感谢你，我能会救主。哈利路亚。
我的救主，感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了黑暗的罪。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爱我的救主，我被引管军队里是啊，感谢我的救主，感谢我的救主，感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了黑暗的罪。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爱我的救主，我被永远跟随你，那是你的爱临到我来面，我亲在我高我的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到生命力量。感谢我的救主，感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了黑暗的罪。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爱我的救主，我被永远跟随你，那是你的爱临到我来面，我亲在我高我的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到生命力量。那是你的爱临到我来面，我亲在我高我的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到生命力量。是啊，再来宣告，那是你的爱临到我来面，我亲在我高我的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心得到生命力量，我重新得到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重新得到生命力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继续以圣餐来敬拜咱的主，作为一间教会。我每一个月拢会聚会来庆祝这个圣餐。那圣餐是主耶稣所设立纪念伊为咱所做的牺牲。咱食这个饼，代表耶稣的身体被破碎；而杯呢，代表伊为咱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当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咱是怀着对伊每一日所供应咱的表示期待。我邀请您加入我的这个圣餐礼，只要你是基督的军队者。如果你伫咧无接受耶稣为你的主做救主的时阵，请唔卖进行这个部分的仪式。今仔也避免来参加这个圣餐礼，除非因年纪已经达到会通理解、会通承认耶稣是因个人的救主。好，咱即时来先读一段的圣经节，出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我当日传给恁的，原是对主而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迄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讲：“这是我的身体，为恁所放杀的，恁应当
如此行，为着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讲，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恁每逢饮这个时阵，也是爱如此的行，为着是纪念我。恁每一届吃这个饼、饮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伊来。人聚会来做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阮感谢你，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阮的罪担当咧十字架上，你所流的宝血洁净了阮的罪，使阮的罪得了逃亡。主啊，阮感谢你，你白白将这恩典赐落给阮。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怀着纪念你，也知道说我们听候你就要来。所以当我们在进行这个杯饼的、这个仪式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求你愿你分别这个饼跟这个杯，求主你洁净我们的心，可我们能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吃这个饼，甲啉这个杯。如果你是头一摆参与温点堂福建空中的崇拜，阮人要来欢迎你，阮人也要搁较侪的认识你，请你扫描荧幕面顶的二维码，填写阮人的贵宾卡。好，我们可以联络到你，感谢大家的出席，使你祝福气和平安给你。现在请看温电新闻。我们将于下个周末恢复现场聚会，当我们准备让大家回到教会之际，我们也将调整我们的在线聚会时间。请注意，星期天的英语在线崇拜将在上午9点举行，而华语在线崇拜将于上午11点30分举行。因着现场聚会的恢复，在线闽南语和菲律宾语聚会也将从下个星期开始停止在线聚会。我们多数的现场聚会时间将保持不变，以下是些许的调整。我们在恩典堂东陵星期天的华语聚会时间将调至为上午11点30分举行，而在恩典堂五级巴都星期天的闽南语聚会将改在下午2点举行。当您回来恩典堂东陵或恩典堂五级巴都参加华语或闽南语聚会之前，除了确保您成功预订了入场票，您也必须完全成功注射疫苗，否则您需要接受活动前检测或者出示检测豁免的证明。请浏览我们的网站获取有关聚会详情和一切其他详细信息。要更加了解更加多的信息，请查看我们的网站，你可以通过教会的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给我们订阅我们的电报。请你这阵甲阮人做阵来看这温点堂的宣教的短片，来搁较侪来了解阮人的宣教的工作。在50年代，两名宣教士在神的带领下来到新加坡，与当地的华文社区接触。从那时起，宣教就成了恩典堂的一部分。在80年代。没有多少教会有宣教部，然而作为一个教会，恩典堂看到的需要，神把一个负担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顺服他的呼召去接触这个地区的人民。我们第一次行程是和菲律宾会众一起去伊罗伊罗市，是个简单的开始。在那我们举行了一场祷告会，看到了许多人得救，主也差派了一名宣教牧师，带来了一群志愿者，成立恩典差传。从那时起，会众开始进行更多的宣教之旅，从印尼到博斯。进入90年代后，我们将重点转向可持续的宣教。我们感谢神，
指引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神给了我们一个策略，让我们利用现有的结构为海外教会提供补充支持，而无需重建新的架构。从那时起，我们把重点转向装备我们的宣教伙伴和当地的牧师。我们通过建立教会、预备领袖和推动会众，来完成我们国内和国外的宣教使命。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各地地区的训练中心设立宣教学校，装备当地的事工伙伴。2000年初，恩典拆船从一个部门转变为一个行动，从短线计划筹款到当地传教，恩友们都获得了参与宣教的途径。我们也开始了意向500运动，就是要在5年里在亚洲开创500间教会。这是在强化本地宣教。在神的恩典下，新加坡已经成为全球中心。我们有机会接触在新加坡不同的移民社群，帮助他们把福音带回祖国。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尽管有新的挑战，我们仍然感谢神装备我们，不断地重新定义和重塑恩典拆船，以满足时下需求。神在疫情之下再次为我们打开新的机会，以传召性和创新的方式进入世界，显明了神的恩典和智能。通过科技，神赐给我们继续与其他国家接触的方式比以前更有效。合作伙伴不必出国就可以接受培训，而组织宣教的工作现在可以更快更及时地完成。虽然我们改变了方法，但我们的使命没有变，那就是使万民做门徒。这呼吁素有恩友带导参与，付出时间、才干和财富。我们很兴奋，神将带领我们踏上下一段旅程。我们欢迎您成为恩典拆船的历史和传奇的一部分，帮助更多人更像耶稣。愿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准备好了未？准备好了，咱人要来听神的话语。今仔日是咱人的林秀水牧师要来分享主的话语。咱人将时间交予咱人的林秀水牧师。弟兄姊妹平安，咱真快都伫咧空中见面啦。啊，有一句话讲：前人栽树，后人踏踏凉。啊，这句话意思性就是讲，伫个人的面头前有人杀枝吼，种树，啊，你经过时间的关系，这个树咧都长大，啊，你都真正大的这个阴吼，何人会使伫个这树会使偷凉啦？啊，这句话咧的意思就是讲，伫个人的面头前，这个栽树的人有这个意向吼，伊看到付出了这个精力，付出了这个精神，和人。伊才享受这个经过时间的累积，而且结果，哦，人也才享受伊个后果啦。啊，今仔日是咱个拆船的日子。头先咱看了这个短短的影片吼，伊都提醒咱讲，今仔日温点长个这个拆船的时间的工作的内面啦吼，经过有真个咱个前辈吼，伊人付出的心思，付出的这个心血，造成了今仔日。咱温点长的信徒有这个鼓励，有这个帮助。啊，今仔日我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甲神同行的拆船。啊，这个大方向是讲啥物？伫拆船的路上，有上帝甲咱同在啦。咱的阿头祈祷，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吼，交托予咱的耶稣。咱的阿头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阮也感恩，因为咱知影讲你是爱人的神，你差派了耶稣基督为阮钉死伫十字架，互咱因着得到这个救恩，阮也愿意伫这拆船的路上，将这个救恩分享予更加侪人。所以，阮将今仔日的这个分享交托，求你甲阮同在，帮助阮了解你的真理。阮安尼款祈祷，向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祈祷。阿们。啊，伫个人甲人交通的方面吼，咱若是要传递一个复杂、一个真正艰苦去表达的道理的内面呢，
咱就用比如用故事来这个传递这个意义啦。安尼故事甲比如都是常常圣经吼、哦、深入浅出，和咱去明白圣经天国、圣经真理的道理啦。安尼咱来是看圣经吼，耶稣基督伫咧马太福音的第13章内面呢，耶稣就用了比如吼、哦、这个故事来形容天国，信耶稣内面天国的道理来驾驶伊的门徒啦。安尼第一个故事内面，咱看到这个啊撒子的故事吼，伊就是形容人对这个福音的心吼，用这个麦子甲麦子的比如来予咱来知影讲，这个未来耶稣回来时阵吼，这个审判啦。啊，第二个故事内面呢，伊就形容了一个好的珍珠啦，就是讲一个人吼去这个地找到了这个珍珠，这个、真正宝贵的珍珠，伊就愿意将伊所有的财产变卖了来买这个珍珠啦。啊，今天呢，咱要用马太福音的第25章吼来这个故事来提醒咱人，伫咧上帝予咱的这个财产、这个恩赐内面，咱怎样咧投资伫上帝的天国啊内面，咱大家。一起来看，一起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25章14节到30节。圣经有安尼款写，天国就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伊的仆人来，将伊的家业交予因，按照每一个人的财产，予伊咱这个银两，一个予了5000，一个予了2000，一个予了1000，伊就往外国去了。他拿了5000，随着就去做这个买卖，另外赚了5000。啊，那个拿2000的人呢，照样将伊的2000去做买卖，吼，然后伊也赚了2000个啦。啊，那个1000的人吼，伊是去挖了这个地，将伊的银两埋葬伫个地内面。第19节讲，过了无偌久，伊的仆人的主人就回来，要甲伊人算账吼。啊！迄、那个赢了5000的银两的人，就将个另外赚来5000也到伊的主人面头前讲：“主啊，你交予我的5000的银两，请看我又赚了5000。”21节讲，主人甲伊讲：“好，你这个良心有忠心的仆人，你伫不多事上有忠心，我也要将许多的事派你去管理，你会使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第22节里面讲，咱拿了2000个烧香的，也来到主的面头前讲：“主啊，你交予我的2000个这个银两，请看我又赚了2000。”啊！主人讲：“好，你这个有良心、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将许多的事派你去管理，你也是会使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4节，迄、那个拿了1000个来讲。主啊，我知影你是一个忍心的人吼，无情的所在你要来修挂，啊无啥壮的所在吼，你也要来修建吼，我就害怕将这1000的银两埋葬一个地来，请看你原来的1000的银两伫即道。26节，主人就回答讲：你这个又恶又懒惰又懒的仆人吼。你若是知影讲，我若是无情的地方要来修挂，无啥种的地方要来修建吼，那你就应该将我的牛牛交予这个税吏换钱的人吼，到我来的时阵可以连本带利收回。28节讲，伊就将伊的1000拿过来交予这个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我要加合予伊，予伊有剩。那无的，我连伊所有的也要抢过来。30节讲，我将这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口的黑暗的所在，害伫伊头必有哀哭加切齿啦。这个甲咱讲的呢，咱予圣灵予来驾驶咱人，启示咱人。今日伫这财产的内面，这个经文内面有啥物的驾驶予咱人去明白呢？第一，都是这个银两的意义啦。第14节至15节，伊都讲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伊的仆人来，将伊的家业交予因。第15节讲，
按照每一个人的才干和因的运量，一个和五千，一个和两千，一个和一千，伊就往外国去啦。啊，你第十九十讲什么？过了无偌久，吼、哦，这个布林的主人就回来，要甲伊人算小算账，吼、哦。咱也才看到什么呢？就是讲主人给阮的这个财产，这个资源啦、啊。天国有这个时间的概念，就是伊当讲主人去，伊会回来哦。啊，咱来知影讲人的生命吼有开始，还是有结束，这些大家都会使，会使看得到的。但是人活着的意思甲目标，我相信你甲我的意见有可能都无相像啦。但是那是你甲我既然信了耶稣基督，安尼咱就要相信讲耶稣有一日伊要回来吼。啊，耶稣回来时阵要伊交代咱要去办的事，有一日咱要甲耶稣交代啊啦。啊，个即当圣经讲。按照各人的才干，吼，上帝都分予伊人的原料。圣经这道看，简单讲记载讲，主人离开前，按照人的才干分这个原料，予因无相像的人，都无相像的这个原料。啊，当然，这道的主人讲的是啥呢？就是咱所相信的神，就是咱的耶稣啦。故事内面的这个布林讲的是啥？就是你啊，就是我啦，哈，难啊！阿尼，你甲我都怎样？有一句难道真正熟悉的话，就是讲天生我材必有用啦。就是讲，这个天生我，这个做人生落来哈，定就是有这个用处，有这个对人生有某的贡献啦。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拢无相像哈。你甲我拢无相像，你有好处，有坏，有长短啦，每个人不一样。但是真正做时阵，咱的烦恼，咱的烦恼是啥物呢？就是人甲人相比，人比人气死人啊啦！那因为咱伫三甲相比的时阵呢，咱是看到别人的比咱啊好的地方，咱唔是看咱家己比别人较好，然后咱来感恩啊啦！新的经历至少就一摆吼，提醒咱啊，提醒我们啊，有一个有。每一个人拢有才干，是偌多的问题。那是每一个人拢尽伊的力量吼，尽伊力量来服侍主来讲呢。咱互相的三甲相，就是讲拉长补短吼，三甲做一个啦哈，咱就办法去完成上帝一幅真正美丽的作品啦。各位兄弟姊妹，为主人取得利益，咱常常讲天生天养吼。就是讲，神啊是创造你的，从咱带来这个世界来讲呢，那上帝定就是有办法去帮助咱，这是合理的要求。但是上帝和咱的恩赐个祝福哈，除了用在咱生活上所需要的，咱有存的物件，有存的这个才干，咱是怎样摆比，怎样用这个才干呢？当然，第一接到圣经这个恩赐个才干。代表的不是单单是金钱罢了，伊也代表了咱的时间、咱的温处，包括了你甲我人的性命。那是咱用上帝赐予咱的恩赐来怎样用呢？对着要看咱的心嘛啦，咱的心那是无感动，常常的人就是无行动啊啦。那这样讲，直接福音的告诉里面呢，都、就是跟咱讲了。神甲人的故事，人会对上帝的背逆，上帝疼人，耶稣的救赎，对人对福音的这个回应，都是福音，都是信耶稣里面的重要的故事啦。你那是想过吼？有种情况，我唔知你有想无啦。我常常信耶稣时阵，我有去想啊，伫这千千万万的人的内面，啊，上帝怎样要救你吼？何你去明白这个福音呢？将你伫黑暗中拯救来，这个光明的角度啊内面，为什么物件呢？因为上帝疼你，伊爱每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伊的行李，伊的形象所造的。就亲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讲吼，那是有人伫基督内面，伊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都成为新的了。一切东西出于神，伊正就基督和阮会使甲伊和好，又将劝人甲伊和好的这个积分赐予你甲我。故第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九节讲啥物？主无单言而应付。因为就如有人以为伊就是讲言辞无来，其实伊是宽容你甲我，上帝不愿一个人遁离，每一个人都会悔改来信耶稣。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我能得救，因有人将福音传予你甲我啦，吼，过了安尼侪千年，都、就是一道一道传的，予你甲我会使有这个机会，这个恩典。可以来信耶稣，那是无宣告书吼，将这个福音来传予你甲我，今日呢都无领受罪牧师，啊无你甲我信耶稣，啊有可能咱的教会恩典堂吼啊无存在啦。神救你甲我的原因是啥物呢？是为了予你甲我会使恢复上帝甲你甲我甲伊的这个关系，都亲像。做父母的，甲伊个囝儿好好诶来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啦。啊，伊也需要你甲我吼，将这份爱吼分享出去啦，互亚伯信耶稣，也是上帝的囝儿吼，会使恢复甲上帝这个关系，和所有的人有办法去明白这个福音。所以你甲我需要将这个福音带到其他的万国去啊。第二方面，在今仔日的财传的这个信息里面，除了这个原有的意义，第二方面是你甲我的选择，咱拢有机会去选去拣，咱要怎样处理上帝和你甲我的这个恩典。安尼伫这个故事的里面吼，咱看到这个三个仆人啊，圣经甲咱讲，伫二十四节里面讲。啊！因讲因拢真知影讲上帝的要求啦，安尼伊个主人的要求是啥物啦？啊，二十四节讲吼，那拿了一千个来甲主人讲，主啊，我知影你是忍心的，无撒种的地方你爱收割，啊，无撒种的地方你也要来拒捡啦。啊，三个人拢知影，但是伊人对这个主人的要求的反应吼，无相像的喔。今仔日你愿意？投资伫咧天国的时间无，施工无，那掠了五千个人，圣经甲咱讲，伊去变做买卖吼，啊，赚了五千，啊，掠了两千个小强的，伊也是赚了两千，啊，主人回来的时阵，甲因讲，哦，您是 very good， 好真好，吼、哦，你是良心有忠心的仆人吼，你伫不多的事上有这个忠心，我也要将许多的事。派好你去管理，你会使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圣经甲咱讲，伊这个拿了一千个银两的这个仆人，伊无去做买卖哦，伊无去为伊主人啊赚到虾米的利息，因为虾米呢？圣经甲咱讲吼，伫个二十五节内面，伊讲因为伊害怕吼，伊、哦、害怕，所以将这个银两咧埋藏伫个土的内面啊啦。啊，这当吼，咱也才做一个小小的推论啦，就是讲去，这个害怕的意思是啥物？哦，这个害怕的意思可能是惊吓，可能是犹豫不决，可能是紧张，可能是都是伊的心内面。咱也才简单来讲，就是讲这个人吼，伊因为害怕，因为伊心内面无这个信心啦。你那是做啥物物件吼？你的心内若是有信心来讲，啊，你就袂紧张啊。你若是有信心来讲呢，你就袂讲，哎呦，惊吓啦，啊，飙冷汗啦，紧张吼，袂。啊，你咱简单来讲，这个害怕是伊无信心嘛啦。啊，你若是想看咱伫个成长的人生的过程的内面吼，有偌侪摆，咱是因为了缺乏了这个信心，和咱心中有这个害怕咧。但是，那是你面头前的这个爱做的物件是真正重要的，你定着爱去做，
非做不可，你未使逃避的，你就要做什么？你就咬紧牙根，克服你的害怕，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啦。比如吼、哦、你头一摆去做这个找工作去面试的时候，你头一摆追求你的翁还是你的某咧？你头一摆家己一个人换车的时阵，你会紧张无？哦，我相信咱拢会紧张。你信了耶稣基督了后，你想看卖头一摆你祈祷的时阵，你去参加小组，你会组长讲，哎呀，你来祈祷，你讲唔，我真紧张，我未晓，未晓。你会紧张？你头一摆做见证咧，你会紧张无？头一摆甲人分享福音，佮头一摆做这个十一奉献的时阵，你有心内面有七八紧张无？我相信拢会，因为你甲我拢是人。我暑假看这个战争片吼，哇，打仗啊，打来打去啊，我暑假看这看的电影吼，你只这战争片的故事的内面吼。每一个去打仗的这个兵吼，你发觉讲，因每一个人心内面拢会惊吓，拢会惧怕啦。怎样呢？因为每一个人拢爱惜伊家己的性命，每一个人拢是有父母生的，每一个人有翁吼，有某，有囝儿，有父母。但是因最终呢，也是因为爱伊人的国家的这个重任。伊人就去冲锋陷阵，为伊个国家，为伊个战友，为伊个家庭，为伊个后代，有甚至最后真正做即个兵吼去打仗的时阵啊，壮烈为咱个国家牺牲啊啦。但是后来，后来个人吼，伊人个后代却有办法，因为即个人个付出吼，享受了国家甲即个自由个生活，就亲像咱个国家所想个。各位兄弟姐妹，今仔日伫这个拆船的时间的上边吼，这个路上沾满了宣教士的血、肝、甲伊人的目屎，就像二世纪早期的教会的级别吼，这个特土人查伊讲，这个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这个种子啦，就伊的籽，就是讲今仔日有教会。因为有真正做宣告时，伊人老悔，牺牲了因的性命，和今仔日后来的人有办法享受伊人的这个血光。兄弟姊妹，今仔日伫咧拆船的时光上，上帝的心有感动你无？上帝的这个使命有感动你的心无？你才做一个回应，怎样回应呢？第一，和圣灵帮助你，克服你心中的这个惊吓，吼，这个紧张，这个害怕，这个犹豫不决。第二方面，你才继续为这个拆船施工而祈祷，徛伫咧这个属灵征战内面，哦，为无受伤的国家来祈祷。第三，咱也才继续的奉献，哦，奉献咱的资源，吼，你的金钱，你的物资，你的时间。你的温处拢是会使来这个拆船的向上面服侍咱的上帝。第四，咱也还去做短宣了啦。哦，虽然伫咧这个疫情内面，咱无办法去实体的去到别个国家哈，但是伫咧网上的拆船呢，就亲像咱今仔日伫咧网上会使参加聚会修行的，即网上的拆船，咱也是会使有无相的贡献。咱也才讲。有些的门也是关了，但是上帝却为人开了无相像的门。那是你对这个想要多了解的话，你也才好去去上网去了解我们的拆船时间的这个这个联系跟投入的方法，或者你也可以问你的牧师哈，占有这个拆船网上的，我们可以有贡献。第三点。今仔日伫这个信息的内面，就是奖励加这个惩罚啦，哦，因为有奖励也有惩罚的。咱那是看圣经，这个圣经跟咱讲，迄、那个拿了有五千加拿了两千的这个仆人吼，二十一章的内面，主人家讲好，你是良心有忠心的仆人，在你不多的事上你有忠心，我要将许多的事
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这是讲到将来耶稣基督回转来的时阵，新天新地的时阵，上帝要来给咱的奖赏啦。啊，这个领了一千个，对的主人讲，哦，你这个主人来讲，啊，你是有恶有难的仆人，伊将伊一千抢过来，和这个一万的，因为凡有的上帝要加给伊，迄、那个叫伊有春，啊，无的连伊所有的上帝也要来拿过来。啊，咱大家都知影，相信也是有用过这个方法，都、就是用奖励的方法来教示咱的囝儿，就是讲甲讲，哎呀，囝，你若是考考试吼，你若是考一百分吼，啊，我就带你去吃饭啦。就是咱用奖励的方法来教示咱的囝儿啦。啊，这个方法的效果甲结果吼，是学者的角度来讲，有无少想的争论跟意见啦。但是咱也才同意的是啥物呢？就是讲，这个奖励方法是用人的角度里面来鼓励人，在某种的行为里面有这个进步。但是伫咧教育本身来讲，伊最后的结果是来做啥物呢？是帮助人，唔单单伫咧这个知识的上面有增加，伫人做人的品格、甲做人的道理里面呢，都是咱最终教育的目的啦，怪不得在咱即阵的这个社会里面吼，因为咱在着重这个奖励、这个任人啊唯贤的主义里面，咱栽培出来是诶人才呢，是会使会晓做事啦，真强吼，也真强，但是未晓做人啦。啊，这有可能在世人的眼中里面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伫咧亲情嘅内面，伊是一个落空的人啊，都是未成功失败嘅人啊。那再讲奉献，诶，即个行为吼，行为奉献的行为，离不了人嘅心啊。因为即个上帝是拥有一切嘅上帝，万物拢属于属于天伊嘅。咱有所有嘅，包括咱你甲我嘅性命，也是属于上帝嘅。神要求你甲我为即个天国嘅奉献。不是神需要你甲我，是你甲我需要神。奉献甲服侍考验了你甲我的心。咱若是只是奉献咱的金钱、咱的财产、咱的恩赐来讲，啊，不是奉献咱的心来讲呢？你发觉讲，伫咧这奉献的方面吼，咱永远有这个保留，咱永远有这个挣扎啦。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咱永远无办法去了解上帝这个心嘛。就亲像咱做囝儿的，咱若是服侍咱的父母，是因为责任，啊，不是为着疼咱的父母来讲，咱永远无办法去了解咱做父母的这个心嘛啦。啊，耶稣若是搁转来吼，伫咧新天新地的时阵，耶稣要按照咱伫咧抢救灵魂、伫咧拆船的时间的种内面。咱会付出有偌多，予咱即个奖赏啊啦！伊会袂甲你讲，哦，你即个温殿堂的会友啊，你福建堂的兄弟姊妹啊，啊，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吼，你伫咧不多思想有忠心，我要将许多的事予你去管理，你进来享受你主人为你所预备的即个快乐咧。各位兄弟姊妹，这温殿堂的拆穿。诶，时间上面，咱感谢上帝吼，接落来，上帝甲咱同在，即个正诶日子诶内面，咱感谢上帝，有咱诶前辈吼，伫咱诶面头前，以咱诶付出诶即个心心肺，互你甲我有今仔日诶即个成就啦。啊，咱若是看未来诶日子，咱会使选择相信上帝，咱若相信上帝是信实诶上帝，伊过去如何？今仔日也是受伤的如何帮助你甲我完成伫拆船上边的需要？伫1956年吼，有一个28岁的美国诶，即个宣教士伫咧中美洲吼，为了即个福音殉道啦，伊名叫做Jim Elliot。啊，伊讲了一句话吼，啊是千古留名吼，留予你甲我。伊讲啥物咧？伊讲人若是用
无办法去保留的，来去换伊无办法去失去的，这个人唔是戆囝。哦，我再重复一次吼，伊讲人那是用无办法去保留的，来换伊无办法去失去的，这个人唔是傻瓜。讲一下第几遍？在总结里面，今仔日你甲我卖做傻瓜，你甲我拢有文处有才干，人人拢有这个自由选择。有一日，咱要面对上帝的这个审判吼，这个审判。啊，在裁判室施工的里面，你甲我知影有上帝甲咱同行，咱也需要做一个来同行。咱会使做啥物呢？继续的祈祷，继续的奉献你的才干。你有感动无？你若是有感动来讲，咱下头祈祷，将咱的感动变成行动，来在这财商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有这个奉献，咱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咧每一年教会这个财团的主日里面，咱纪念伫咧财团的里面，咱的前辈以人的爱心、以人的心肺所建立的基础。主啊，阮也祈祷。在咱这个时代里面，在咱这一代的人，咱听到这个福音，咱听到每一年吼、这个财团里面的这个需要，互你求你感动咱的心，吼、阮继续在这个财团施工的里面，我们有我们的贡献。有一日等你回来的时阵，你会使甲阮讲，阮是良善忠心的仆人。所以主啊，阮将兄弟姊妹交托，求你感动因咱的心。好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来为这个财团施工的里面来救更加多灵魂。阮感谢你，阿弥陀基督，奉耶稣基督你的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阮就结束今仔日的聚会，上帝祝福你，让你平安，身体健康。兄弟姊妹，今仔日是财团的主日。你已经听到主所吩咐人应该去做的，就是往普天下之为主传福音。虽然咱暂时无办法去到真侪所在、真侪国家来为主传福音，但是咱伫咧教会，咱会知影讲拆船的时间，有关的伫咧做拆船的工作。所以，伊人伫咧做的时阵，伊人需要费用去帮助伊跩送乡的国家来支持因。可以呢，通有教的这个金钱来带人来归向主，因此咱也参与一份安尼款的服侍，所以将咱的金钱奉献给财团的这个稳定财团的事工，可以拿有教的这个金钱来服侍，所以你会通将银行啊、银行的这个运用的这个程序吼，或者扫描二维码。OK， 这些人来为这个车船的奉献来做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是的主，这是你的心跳，是传福音。你爱普天下的人，福音可以能得到，会通得到福音的好处，会通明白耶稣基督。因此，阮作为基督徒的阮，我来为主传福音。所以，阮短短的这个车船的时间，因做甲真正大的情形内面，这个服侍主要阮看，阮会真确定的知影讲，因为主打拼，因此阮参加一份，带在阮有能力的内面，将阮的金钱奉献带在这个稳定车船的时间内面，可因会通够用的这个费用来帮助迄跩送乡的国家。可因会通有教的金子来服侍主，主啊，可阮有这个心志，阮每一个人拢有这个心志。阮知影讲，阮爱灵魂，灵魂的宝贵，主耶稣的心跳也是阮的心跳。感谢主，所以因此，阮将兄弟姊妹愿意奉献的金钱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使用这个金钱，扩张主你的国度，引出最多人。来领拜耶稣基督，我们的基督奉耶稣的圣的名， Amen。 好，你可以打开银行的这个应用的程序，或者扫描荧光幕上的二维码来向神献上这个奉献。相信兄弟姊妹，刚才您听到林秀水牧师所说的
这个切传的这个信息，人会知影讲，人爱继续为主来传福音，为主来打拼，因为知影讲时间无多，主要说爱回来了，所以人爱快快努力的将福音传到愈更多人来认捌主。好，这时啊，这当这聚会要结束之前，牧师爱为恁来祝福，然后结束今仔日的这个聚会，来咱聚会来做祝福的祈祷。主，阮感谢你，阮知影讲上帝你听阮每一个人，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阮的性命，也奉献阮的金钱，住伫你的国度的内面，使到如今侪人会通信认捌耶稣基督。愿主耶稣的恩惠、被上帝的主爱、圣灵的引带交通，常甲咱同在。阿门。好，即道有一个报告，就是下礼拜、下礼拜六，福建聚会有拜六甲礼拜，所以下礼拜六甲礼拜是咱现场的聚会，除了咱就无伫空中有这个聚会了。所以，若是恁爱来参加聚会，恁必须甲你的组长报名，讲你爱来参加聚会，然后你组长就会甲你报名。之后你才会通来到教会来敬拜咱的神。上帝祝福大家，咱下礼拜再见。充满喜乐，我高举。